大家早安，这里是全球现场。七月四号是美国的国庆日，而美国总统拜登他在他的这个白宫这边有一些一连串的活动，但外界现在就聚焦的是他会不会在活动当中，在对于他要不要继续参选这件事情来做表态。而在今天您看到这个最新画面，是他在白宫这边他接见美军以及军眷的家属们。尽管说他过去在上周的时候在辩论会上头的表现是不佳的，当然现在党里头有非常多的人就力劝说，拜登你已经真的年纪太大了，先不要选。而现场还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者，都是希望他要继续选下去。拜登他同时也向支持者说，他哪里都不会去。This could not be done without the family support. S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We love you, and I really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You got me, man. I'm not going anywhere. All right.美国媒体现在就分析说，拜登在辩论会之后，他当然想要做的首要之务，如果是还要选的话，就是要重振党内的支持，还有重振他的民调了。而他在这几天的白宫的国庆一连串的参会还有活动当中，会持续的来跟这一些白宫里头的这些官员们或者是家属们来表态，以及说明他之后想要参选的一些计划。那之后在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公开的活动，跟民众的面对面公开活动，还有跟这些民主党高层跟州长要表达他自己的参选意志。另外，白宫在昨天也宣布说，拜登即将在七月五号的时候，就是国庆日隔天，他就会再度接受专访。但是先前非常多的人质疑，就说：“你拜登的专访是不是都看读稿机啊？或者说根本就是有跟主持人先 rehearsal 好，就先排练好，要问他什么样的题目，他就照稿念就好。”但白宫现在特别强调，这个专访是没有经过排练的，也没有读稿机，就是要平息外界对他健康还有认知的质疑。而这个人他有没有在看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呢，也是备受关注哦。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承认他的确是有看拜登和川普辩论的片段。Я какие-то фрагменты видел, но у меня своих дел хватает, поэтому я так не особенно слежу за тем, что там происходит, тем более в комментариях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Они всегда име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кто-то за, кто-то против. Конечно, я видел, что же отворачиваться от этог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остаютс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ой с известны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сфере военного дела. И США, член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тоянный, конечно, такое влияние имее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Украине.其实普丁在过去他曾经形容说拜登是比较好预测比较好合作的，他表示自己还是偏好拜登连任，但是他也强调不管是谁胜出他都准备好要进行合作。另外也被问到说川普在这个辩论的场合当中，他有提到说胜选的话就会迅速结束俄乌战争，普丁现在就说俄罗斯对他表态是认真看待的，但是不清楚川普提案的细节。好，另外要来看到是以哈战争的部分，现在呢中东的战局是不太稳定的，而且外溢这样的现象。黎巴嫩真主党在昨天就宣布对以色列发射200枚的火箭弹以及20架的无人机，同时也是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攻击之一。以军稍早就证实了有大量的发射物和可疑的目标进入领土的上空，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被防空系统给拦截并且击落了。以色列随即对黎巴嫩南部要展开空袭，这次的攻击根据了解和最近被以军击毙的指挥官是有关系的。另外一场大选当然也是牵动了全球的局势，就是英国的国会大选在台湾时间今天清晨5点多已经完成了投票。而现在根据出口民调的最新显示，英国的工党有望在650个席次当中拿下410个席位，结束保守党自从2010年开始为期14年的执政。而现任首相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只剩下131个席次，议员人数不但大减241个人，现在也被评为是史上最糟糕的选举成果。好，这一份最新的出口民调显示说，保守党的成绩比选前很多民调预估的还要选得好一点点，但是相比之下，它还是一个惨败的结果。执政达到14年的保守党将会拱手交出政权，而工党的领袖现在渴望是取代现任的首相苏纳克，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苏纳克带着妻子现身投票所投票，随后神情轻松地牵着手离开。不过选前一晚，苏纳克可没那么的轻松。We have 24 hours left.
We do not surrender to Labour. We will fight for every vote. We will fight for our values, and we will fight for our vision of Britain. 苏纳克选前之夜背水一战，喊话支持者不会向工党低头，更形容若是工党胜利，对英国很是危险。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跟太阳报都站出来挺工党，保守党惨败，连最大在野党都当不成，甚至会面临分裂。Ecstatic, they have got to get out. We've got to get rid of them. 14 years, way too long. 苏纳克被形容连任几率可能比贝雷打中两次都还要低，不只会成为保守党14年来执政的末代首相，还可能输掉自己的选区。而工党席次会创史上新高。但是工党领袖斯塔默并不是一个有魅力的政治领袖。People need convincing about the change that we need. They need convincing that change is possible, and that they can vote for change. 工党阵营高举改变的大旗，符合多数民众只是厌倦保守党想换人做做看的心态。斯塔默出身基层，曾任人权律师，父亲是名工人，跟现任首相苏纳克贵族出身的背景形成强烈对比。不过，正当欧洲各国右派势力崛起，英国反倒向了左派，让笼罩在战争及后疫情阴影下的欧洲增添了不确定性。记者孙艺珍报道。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